不走了。乐刷刷去呗，管他干啥呢？气死他，让他一直在这刷，看着就给他封了呗。借刀杀人。玩把重装秘术怎么样？试一把，试一把，试一把，正好我们这把四个阵容也是可以的。重装秘术会不会太恶心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后边放俩锤石，搁那一直撇盾，前面放个猴，不是放个猴，放个盖轮，在那一直转。给狐狸上点装备。套盾，套盾，哎呀，没有伤害呀。上个厕所啊！我要播种恐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小狐了吗？福星没有了，撇了，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加血套盾，猴虚躯，两密两中，上吧。
我们这套阵容必须得要大棒子，让狐狸有两个法宝。哎，猫咪太恶心了，你看这是两密两重。前期我们有个小龙爪跟小反甲，天神武器大师没什么用哈。正常来讲，盖伦跟猴都是不要的。打工不合适，没钱，太少了。现在我们目前是比较怕刺客的啊，这刺客来确实没办法，他嘎里奥都没上来。我们主要就是加血，又加血又加血又往后放点，三国可以拿，其实哎呦我操，一拳超人，上三国叠 buff 打连胜，一拳超人，放右边吧。携带者的技能可以造成暴击，并获得50%额外暴击伤害。到底是两法爆厉害还是无尽法爆厉害呀？随时合了。提供75%的暴击概率，100%以上每点暴率会转化为1%的暴击伤害。现在是45%的暴击，加上无尽75是那肯定是双法爆厉害呀。
双法爆一共加100%额外暴击呢，对不对？额外暴击伤害无尽才能加多点啊，又不是刺客。要是刺客还行，这不是明显无尽法爆厉害？哪明显了？你会算数不？哪明显了？就你叫刺客啊？啊？哎呦，我这么猛啊，这都没赢了。有点厉害啊，这都没赢了，这不应该呀。法爆不是100%出暴击，没事儿，那也差不离儿了，那也差不了多少。死了一个。这肯定是发现自己开错了，然后直接换了。银马锤石剑魔老母君，加猫咪，看看啊，哎呦我，暴击拳套狐狸。不要了，我要这个。这整个春哥不上无尽了，我这上无尽感觉有点溢出了，是不是？给他保保命，现在得保保命。无尽双法爆，那有刺客直接一刀就没，技能都放出来就死了。三个法爆呢？三个法爆肯定狠呢，三个法爆85%暴击概率，暴击伤害150。千珏漏了，为啥要千珏？没用啊，千珏我四中四密，要千珏干嘛呀？暴击，你说去哪儿？六营口，等一等吧，七营口把这卖了。
我有春哥，没想到吧？我有盾，没想到吧？攻速能给点啥呢？哎，来了。老狐狸，这个装备啊，先不给，万一一会儿直接给我来一个那个，算了，我刷新一手吧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万一给我个天选狐狸，是不是？我不起飞了吗？天选猎人，先不给啊，装备先不给，一会儿再说。这轮输了就输了。没有啊，咋整啊？这么地儿吧呢？哎，没有就算了吧。给我搭出来，啪！打断施法了。蛇女没拿，是吧？这个可以用啊，这莉莉亚可以要啊。嗯，这轮赢了银马撇了。给我甩这儿，哇！这多爽啊！这一个核爆2000多，这不爽吗？再来个日炎啥的。给这银马上一手，最好能有个变法师，没有变法师有点难搞。
不给老母狙，不给。我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的想法是这个老母狙吧，虽然它能一个大打出很多鬼数的伤害，但是，它只要一死了，它就没有虚区了。老母狙指定是一轮就死的玩意儿，但银马它可以吸，可以一直烫，这是持续虚区，与单个爆发是不一样的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没毛病吧？叮咚，爽吗，兄弟？小船长，这是给个龙刀就好了，不行，龙刀容易死，你知道吧？就给这春哥不死就行，其实一个法宝就够了，那不出俩全套着吗？不出白不出啊！给个点蓝装备，这蓝太多了，那狐狸蓝都要80点呢。哎，铲子变法师，女神乐。变个重装也行哈，哎呀，不行啊，变重装，没办法变重装啊。想一想啊，我们可以一直等，等到那轮选秀啊，对不对？你上莉莉亚变重装，我下谁？我就只能下锤石剑魔，我下银马，我把银马下了行哈，把银马下了。哇！来个莉莉亚，前排整个小剑魔，挺好。这装备给谁呢？想一想啊，给老母狙吧。卢安娜的飓风，无所谓了，随便给吧。升九六重装没用，六重装。跟四重装差不了多少，又没，反正都没虚区，都是靠狐狸。棒棒，这虚区可能有点低一回，但也够用了。这没有上回看着爽，你知道吧？
因为法师有底 buff， 对，法师是70%的法术强度，不是100%。我给他放下来还没有上场，那个上场还没有放下来法强高呢，少了50%法强。对，给我充能，哎，哇！对，就给我充电啊！那卡特琳娜，我就喜欢这卡特琳娜给我充电，充电宝。充充电，小伙子。我们看看他拿什么东西啊？我把灵风拿了，以免他拿灵风把我狐狸吹了。我们把这个损失给他降到最小啊。有可能他会吹我的狐狸，不要让他们吹狐狸，别让他们喝灵风。我这狐狸没水银，吹起来我们直接没了。上个老头，上个妖子，或者是上个蛇女，上个老头都行，随便上吧。后手灵风不好吗？你觉得我就现在就这质量，我用跟他们后手灵风吗？你觉得用吗？你觉得谁能打得过我现在？除非不知道谁从哪个我裤裆里掏出来个三星四费英雄，那行，那你能打过，那就能打过了。你觉得现在能打得过我的人没？我觉得没有。第一名啊，我看看第一名是啥，臭弟弟第一名，我一个核爆弹直接把他打死。你看他的劫掏不掏得动我这四重装，你看他掏不掏得动。来，第一名，来，失败了，知道因为啥失败吗？悲哀。快充电呐，没充出来。这个充电宝也不顶用啊。我们单挂蛤蟆，给老母鸡又一点，还生啊，不生哪有四密啊。最后上六中装也行啊，要打那劫的话。都去睡觉吧，睡觉吧，那就这样吧，都去睡觉吧。就你叫第一名啊？是不你叫第一名？我看看来，我看看这第一名到底有多狠。
你就第一名啊，让我看看来，我让你尝尝什么叫核弹，小伙子。这老头挺膈应人呢，啊，这老头可挺膈应人呢。我没有老头，我操，这老头也就剩你了。哎呀，这老头可咋整啊？这没事，我再顶一轮。怎么能把他老头给我杀了？老母狙放后边吧。我扎堆战。把劫吹起来，那劫有水银咋吹呀？那不扯犊子呢吗？那最好是狐狸能启动的快点。这不行啊，这干不过呀，这。把那猴要了好了，那猴应该拿的。老头有没有？我们得上六重装能跟他打。这把可能能赢啊，你们别急，我应该死不了。还老头我不要了，我们上六重装应该能打得过，我差个盖轮或者是猴。刚才那猴没拿着，其实挺伤的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是有点伤。嗯，这也不行啊，这。老头先掏他两波，老头放个大可以。我这人死光了呀，这不行，他这劫打不死，他就剩个劫，他就剩一个，俺们没打死。不行，干不过这，这得六重装可能能打得过他，你知道吧？让他劫掏不动，这有点打不死人。他有老头的话，又是第二名。嗨呀，他满血刺筋，你知道因为啥满血刺筋？